大家好，我是云婷，很感谢这一次主办单位有机会让我能够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家的毛孩我们所遇到的一些故事跟一些事情。故事大概要从两年半前说起。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相信，我都深深的相信了因果，因为我其实相信，就是每件事情都有它发生的原因，事情不会只是单纯偶然的发生或是碰巧。但当我知道更多自己身上所发生过的因果的时候，那跟看别人的故事不一样，事情往往就是会那种感觉，是往往是如此的震撼。我们的毛孩，他就是在两年半前的2018年6月24号，我们在澳门的一元赛狗场，我们领养了他。他是一只退休的赛狗，他的前半生就是在澳门的赛狗场里面，就是在那边帮人家赛跑，被人家赌钱，真的没。虽然说领养的当下我不在现场，是我的女朋友去领养的。但据他所说，我们在看到他的，就是在看到他的第一眼，他的状况不是很好，他全身都是布满了脏污，脚趾间都是塞满了粪土，然后牙齿也完全由于就是之前的宠物照顾，整嘴都是牙结石，整个嘴巴都是黑色的。但是就在我们遇见他的第一刻，我们就爱上他了。随后，由于检疫的关系，他必须要在至少半年之后才能买过来台湾。所以那半年的时间里面，其实他是住在澳门的宠物旅馆里面。那在这半年的时间，我们只要一有空，我们就会飞过去澳门去探望他，去认识他，去熟悉他，带他出去走一走，跟他多相处一点。像这张照片，就是他在澳门的宠物旅馆的时候，我们当没办法飞过去的时候。我们就是看着这个摄影机来看他每天睡得怎样啊，然后看他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的样子，像是日复一日，我们就这样看了大概七个月，一直到了2019年1月底，他终于过来到台湾，正式加入了我们。与他这两年半的生活时间里面，其实我们真的把他，我们不把他当成一只狗，我们是把他当成是像是儿子一样，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的疼他，我们怕他冷，怕他热，怕他没睡好，怕他身体有病痛，怕他生活太无聊，所以我们的他有了各种的玩具，他有好几张床，他有他的衣服，还有他的鞋子等等的，我们都每天都花时间陪他一起玩。那也因为其实是自己工作的关系，我们所以他是可以24小时都跟我们在一起，他几乎是每天24小时都跟我们在一起。像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在今年的1月，我们帮他庆生的时候的照片，我们亲手帮他做了蛋糕，帮他庆生。虽然说他可能不知道他在生日，但是在这两年半多的时间里面，虽然说大问题没有，但其实小问题不断，像是他的各种小问题，或是我们，尤其是在我们的工作方面，都是如此，有各种各种的小问题。因为尤其是在最近，在2021年的10月左右。我个人在连续两周都遇到了一些状况，状况一就是有突发性的不明的晕眩。其实是在一个周末的时候，我还记得那天应该是礼拜六，我在傍晚就是好不容易忙完要吃晚饭之前，我想说倒一杯饮料到沙发上休息一下，我们想要准备吃饭了。那就是在我还拿着杯子走到沙发上一坐下去的那个刹那，我就瞬间。天旋地转，我马上连坐都没办法坐，就直接躺在沙发上。那我还直接就吐了，那种感觉就是我一睁开眼睛就看到所有东西都是在旋转，都是在动，完全我知道我的眼睛是直视的，但是所有东西都是在动的。那就像在做旋转咖啡杯一样，然后接着全身就是全身冒冷汗。那其实从我拿着饮料杯坐下到冒冷汗这中间，其实只过不到一分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我就瞬间。有了很大的变化。那好不容易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休息之后，我勉强能够出门去看医生。那就看了医生之后，其实医生检查也没有发现到什么特别的异状。那他就是后来就是判定成就是因为可能因为压力或是睡眠来造成内耳发炎，那就要求我要按时的吃药，然后并且在未来的几天里面就是。绝对不能够开车、骑车，要好好多休息。那就在回家之后，我赶紧的洗澡，就是上床的睡觉。
很神奇的事情是，就是隔天醒来之后，状况完全不见了，我完全一点晕眩的感觉都没有，而甚至我还能够照原本表定的，就是开车到了台北去出差，然后当天还开了回来。但这样身体感觉到不舒服，但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遇过，就是像是在一秒之内，像是就直接掉到了地狱，但那种病痛也瞬间就是消失的无影无踪。那第二个状况就是在隔了一周的之后，我开车从一条小路要右转出入口的时候，我虽然车速很慢，非常的慢，但我在没有看清楚的情况下，我就转了出来。那有一位机车骑士在我在刹车不及的情况下，他就直接擦撞，就直接撞上我的驾驶座的窗外。我下车的时候，他是发现他直接趴在地上，然后安全帽的那个挡风的镜面那边就是整个都是血。我整个瞬间真的是吓傻，我真的是瞬间吓到，就是怎么会这样？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还好的事情是有路人赶快帮忙协助，叫了救护车跟警车，就赶快好好的处理。那很幸运的事情是，对方并没有发生到太严重的不可逆的身体创伤，主要就是牙齿有掉一两颗，然后皮肉伤。但是我非常非常的懊恼，是为什么我不小心，我的疏忽会然后造成别人这样身体的受伤。就是这两年的一些小问题，加上脑海最近的一些病痛，还有这两续两周的状况，让我开始觉得好像我需要找到一个答案，到底是为什么？然后，而且这一切感觉都不是碰巧发生的，应该都是有着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我需要去找到一个答案。那就在很奇妙的因缘巧合之下，也不是说因缘之下，有人告诉我们，就是这一切的问题其实都是彼此牵连着。我们知道了以前我们做过了什么事情，那导致现在的我们有着这一系列的不如意。在以前不确定什么时候，有一对夫妻驾着马车，沿途利用了自己的小孩当作幼儿，以及各种新奇的玩具，来将人家的小孩子画骗子，然后来贩卖。那对夫妻就是我，那个让他当儿的小朋友。小孩就是我们现在的毛孩，我们相信吗？一般人可能也不会相信，就是觉得我不可能做这么奇怪的事情，这么扯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不会相信？告诉我们那个人跟我们讲说，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在过去一生用了这样不对且自私的方式去赚钱，所以我们的今生在世界上很难赚到钱。事实是如此吗？真的是，我们是设计师。我们就是在这几年之间，我们有拿了一些奖项，一些小奖项，所以有了一些小小的名气。但是在金钱上总是过得不是很顺利。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人家用了一分的力气可以赚到一分的钱，但我们要花到十分的力气，我们才办法赚到一分的钱。而且很多时候好不容易赚到钱了，我们的脑海就会有些状况，会把那些钱花掉。就像是最近大概九月的时候吧。他因为牙周病的关系，我们虽然说我们每天我们早晚已经帮他刷牙，尽力的去维持他的牙齿健康了，但是他还是因为牙周病的关系，他会有些牙齿还是需要拔出。那我们这次带他去拔牙，我们就花了大概8000块钱。这次我还记得是我还很心里很庆幸，觉得说啊，我们这次有保险，我们可以帮他就是做理赔，还有70%的理赔。那就在隔了大概一个月吧。理赔的钱拨下来到户头，那就在拨下来的隔天，我们带他出门的时候，他就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被骨头攻击，然后牙齿又骨折了，又再次去了兽医处理。那这一次我们在医院花的钱也几乎跟理赔拨下来的钱一模一样，钱就不见了。过去生我们利用他来赚钱，那这辈子我们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赚的钱也因为他就是都慢慢的要付出去。那又接下来又换了一个时空，这次有了三个兄弟，他们家里面很贫困，然后父母早逝，大哥跟二哥为了照顾年幼的弟弟，于是去批发，并且就是卤了各种各样的类似牛啊、猪啊、鸡的各种部位来贩售，就像日复一日，就是一直贩售到了年幼的弟弟长大娶妻生子。大哥跟二哥是我们，小弟就是现在的毛孩。
那我们会相信吗？为什么会相信？其实我女朋友长期都有着肩颈酸痛的问题，很长时候都要求我帮她，就是按一按脖子啊、后脑勺等等地方，或是肩膀，或是她也会去给人家按摩，就是来希望能够让她舒服。但通常都是当天或是当下会舒服一下之后，在隔天最后恢复正常，还是一样的不舒服，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就在十月初的时候，就连毛孩他也有了状况，他的颈部就是因为他的疼痛，导致他连翻身起身都没办法。然后就是在看医生之后，就是吃了药之后，还是会有疼痛，不敢就是有稍微减缓，但是你会知道还是不舒服。就是他就是那种类似狗身上有水要把它甩掉的时候，那种甩动的动作他不敢做，或是他做了然后就突然叫一声，就是你知道他在痛。那好，我们后来又是去照了 X 光之后，就是发现因为他的颈椎那边有着钙化的现，就是颈椎的那个关节筋之间有稍微钙化的现象。那医生说由于颈椎那边有很复杂的神经，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做太多侵入性的治疗。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告诉我们的人就跟我们讲说，就是他是在不知道这些状况的情况下跟我们讲说，那时候的那个弟弟，还有我女朋友都吃了非常多的类似像是鸡翅啊、鸡脖子等等的，所以导致他们现在都不舒服。那接着也讲到，因为以前就是鸡爪没有人要，所以我们都留着自己吃。那为了疼惜年幼的弟弟，所以大部分都留给他吃。那就很刚好的是，就在最近，我们的毛孩由于他走路的时候很奇怪。就是他的指甲要去摩擦到他自己的脚趾，然后走着走着就会产生血泡，好不容易血泡破了，好不容易稍微好一点，但是就又接着走着走着又会磨出新的血泡，所以我们现在都必须要在他的脚趾之间塞上就是化妆棉，然后在外面再缠就是弹性绷带，然后再帮他穿鞋子再出门，但结果他连弹性绷带都会与脚趾摩擦来让他产生不一样的血泡，所以我们很苦恼。然后连医生那边的判断都说，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走路姿势改变来造成他现在会变成这样子。那就是那个人跟我们讲说，他是吃了很多的鸡爪，那这辈子就是现在就是这样子，他的脚在承受着各种的痛苦。那我们留给他吃，然后现在我们在帮他包扎他的伤口。那还有是像是以前就是珠心非常的珍贵，就只有少数有钱的客户能够有钱能够买得起。那我们也为了服务那些客户，然后都会在凌晨去排队，是为了买到那些珠心来贩售给他们。那这件事情其实一讲我就知道，那应该跟我有关系，因为其实我大概每半年或几个月，我就会有可能会有一个晚上会有心脏不舒服的感觉。那种感觉是隐隐在作痛，然后呼吸你就会痛，但也不是那种会影响到生活的那种很严重。我曾经去看过医生，也做过检查，那医生也找不出原因，不舒服的症状也总是在隔天就不见。那因为不是很严重，然后也找不出原因，所以我也就没有去多想。那我也觉得说，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他们就是在提醒着我，让我知道说，其实有这些事情在发生着，只是我还不知道。还有我的曾经的事情是，就是我们很擅长用蚕丝去做织品，或是我们用皮件去做首饰。那也是因为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在那时候发生的那个突发性的眩晕，跟用皮件做首饰有相关。因为在过去生活，我们就是设计了用旋转烘干的方式来处理那些皮件。那我的晕眩就是让我微微的感受到当初那些动物们被天旋地转的感觉，就是那种很痛苦的感觉。那其实他一讲之后，其实我真的整个吓到，因为其实我们在领养了我们的毛孩之后，我们所设计推出的两个产品，头两个就是第一个跟第二个两个产品，分别就是刺绣的胸针，然后跟用树皮革去做成的项圈，就真的是织品。然后也是项圈，也是一种首饰。那这个都是我们一听到，我们这种是整个就是会傻出，就是怎么会有这种状况？
所以说，当我有机会知道更多自身的因果之后，就是那种感觉是如此的震撼，就是事情就是有那么多不可能那么多的巧合了。那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能够怎么做，或是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知道事情是我们做过的事情是不可能凭空消失的。那我知道的事情是，我知道了之后，我们做第一件事情就是好好的求忏悔。像那些过去生已经被我们伤害的众生，那些小孩以及他们的家人，还有那些被我们烹煮、贩卖、伤害的那些动物，以及那些被做成制品所伤害的蚕，还有那些被做成首饰所伤害的动物们，我们真心的向他们道歉，并且希望他们能够不要再如此的痛苦。那我们能做第二件事情就是转换心态，因为当我们打从内心的去承认自己以前所犯的过错的时候，那现在的不如意就是正常的。我们当然希望那些不如意能够过去，但那种心态是不一样的。因为开始在还没知道因果以前，我们总是想着自己的不如意，我们想要赶快平顺过去。那但当我们知道因果之后，对比以前我们伤害人家的状况，那其实自己目前所承受的只是1%而已，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还只顾着自己的不如意。反而我们应该要转换心态，是去把心思放在那些被我们曾经伤害的生命上面，然后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不要再那么痛苦。那我觉得这样，那很多人可能会问说，这样做有用吗？但我的想法是，我觉得好像不需要去执着在有没有用上面，因为当我们如果只执着在有没有用上面的时候，其实那我们内心也还是顾虑着我们自己。但其实反而就是很简单，就是我做错的事情，我就是道歉，就是这么简单而已。那也很神奇的事情是，其实我们毛孩的脖子它疼痛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至少有1个月。那我们都束手无策嘛。那其实就在知道这些因果，我们也求了忏悔之后呢，就那么刚好就在那个时间，他开始敢甩动他自己的身体了。那他也很正常的可以就是去甩啊，然后他也不会再就是因为痛而尖叫。那我们就知道说，啊，他脖子不舒服的状况其实已经有比较好了。以上就是其实就是我们与毛孩所发生这段故事。那我们很感谢有这次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也希望能够借由我的经验，让更多人知道，其实生命都是平等一样的，就是我们会痛，其实他们也会。那这些会伤害到生命的事情，其实都是不能做的。谢谢大家。